家人们好，我是飞姑，姑是孤独的姑。我和阿麦要出去办事儿，在外面碰到阿麦大姐姐的三个女儿。这位年龄大的穿白衣服的是阿麦四姐，在四姐旁边这位美女是阿麦大姐的大女儿，这个胖一点的是二女儿。大姐的大女儿性格活泼开朗漂亮，身材好。在我们的门外刚刚遇到他们在聊天聊家常。来，咱们再给我们看一下，这个是阿麦，她大姐姐的女儿啊，还没有男朋友呢，今年20岁了，在中国广西南宁留学，喜欢的可以私聊。大姐也告诉我有心给她找一个中国的男朋友。大姐的二女儿也在老挝华人学校。这个是阿麦，大姐的三个女儿。这个大女儿啊，在中国的广西南宁啊，他们都是老挝人，公派留学生。梅丹，你几岁了？梅丹，你几岁了？你叫什么名字？20岁，没有男朋友。阿麦是美娜的六姨啊，她叫美娜，今年是20岁了，还没有男朋友呢。这个阿麦是美娜的六姨，也是最小的姨啊。我们要去家女闺蜜家里嘛，撒兔啊，等一下马上走。这个是大姐的二女儿，这是三女儿，在老挝华人学校学习。这个是四姐，三位女儿都有华人血统，都很聪明。老挝六姑阿麦呀，是这个美娜。所以说阿麦大姐只生了三个女儿，没有儿子。我说错了啊。美娜的肤色很白，说话语速也很快，人也很聪明，是做生意的好帮手。对，很好吃。谁很好吃？全世界的人都在学习中文。对，六姑。阿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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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飞姑几岁了？飞姑几岁？对，38岁。38岁。对，阿麦25岁。38。对。你什么时候去中国？梅娜，你什么时候去中国？你什么时间去中国？什么时间去中国？什么时候再次去中国学习？对，早。我知道你在广西南宁，你什么时候什么时间去中国学习中文？拜金呢？拜金拜红仙的。加盟啊，加盟。对。对，你去中国什么时间去？招拜金呐？啊，加盟啊？招拜金，对，对，加盟，加盟，对，加盟。去广西，昆明，什么时间去啊？对，这个中文学的还不是太好啊。招白金呐、啊，白金金梦啊。对，白天呐、啊，金梦。对，金梦白天的，金梦白金的，白金。八月是吧？8月八对不？八对。我买了一场嘛，原来那个北京机。九月。对，中国9月开学，6月放假，总放假3个月嘛。美娜中文才学了一个皮毛，我和她用中文沟通，放假3个月。太难了。不明白红线。欢迎关注飞姑，关注阿麦，鼓励阿麦。有喜欢的可以私信哦。